准备开始跳球，率先抢到球权，强行出手，强行出手，太勉强了。超远距离出手，这球选择并不好。空档，空档的机会能不能把握住？毫不手软，命中三分。偷偷的卡他，命中三分机。你干嘛？你干嘛？不要啊！哇、哦，他动作是这样的。哇，惊人的灌篮！大力灌篮，跟我想的不一样。还中了个篮板。需要更谨慎的发球中。可以哟。没有，没有。三分投篮打铁。被秒掉，被秒。出色的传球意识。是中了篮板。选择。哦呦，我在看。打进两分。你小踩一下我就进去了，你帮他挡，你帮他守。继续加强配合。帮踩，帮踩。篮板我来。空中接力。哎呦！他没出任何的字。哇，太早跳了。靠！他被踩到。这球很难命中。我大。有机会了，三分出手。有了，有了，机会了。三分命中区。小撞一下，我还抓着洛基奇，他差不多该后仰。哎、欸，我偷偷手贱一下，掏一下。我刚小撞被撞住，左右挡拆，他爆灌，飞机灌篮，对对啊，灌篮得到两分，应该小灌篮就好了，不过算了。是不是要开大呢？我在等你喽。强势炸锅，强势！最喜欢你这种没二点。好、哦，有机会了，三分出手。有有机会，手感很好。这种没二点的，遇到卡佩拉就是在赌命，你知道吗？就我在想，我们要不要二三换一下，换卡佩拉？如果他们是又是灌篮阵的话，因为卡佩拉，卡佩拉比较强。机会，高难度三分命中。卡佩拉。盖帽比较强一点点。盖、帽，只要卡佩拉只要对到灌篮阵的话，有很大优势。对啊，所以我在想，二点的话就没办法，二点还是必须踩。对。两个。对，我有在看。我打，我有打。我在等大招，这大招能量超快的。